耳廓畸形怎么办？孙继周，西电集团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。耳廓畸形它分为先天性耳廓畸形和后天性耳廓畸形。后天性耳廓畸形它主要因为外伤、烧伤等等这些疾病啊，导致了它的一个耳廓的一些畸形，这个我们就必须用手术治疗。而先天性耳廓畸形，我们又分为先天性的结构畸形和形态畸形啊。结构畸形呢，比如说它的耳廓的结构啊和正常人不一样了，它的大小、它的形态跟正常人它是有差异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手术的矫正啊，就手术治疗。如果是形态性的耳廓畸形，它的耳廓本来是正常的，但是在它出生的时候，它在经过产道的挤压的时候，耳廓有可能就被挤压了，它变成垂耳就耷拉下来了，或者变成隐耳，就是跟头皮就粘到一块了。像这种我们可以通过物理的办法来治疗，但是一定不能超过出生后的一个月。专家提示：一、耳廓畸形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耳廓畸形。后天性耳廓畸形主要是由于外伤、烧伤等疾病，只能采取手术的方法。二、形态性耳廓畸形，耳廓是正常的，但是在出生时、产道挤压时，有可能耳廓被挤压，变成垂耳，或者变成隐耳，可以通过物理的办法来治疗，但是不能超过出生后的一个月。